好，那我们继续把那个看一下啊，下面的那个盘给画了，那好，反正就高一点对吧？然后这里是一个三排的小洞，中间这块是刚好到这个弧度的。行，那就开始回去我们这个前视图。前视图以后吧，我们先画一个圆。对，反正还是用一个旋转方式来做，不会很麻烦，给它一个三就可以了，反正不用很高。再下来的话，我们这样子啊，这个对，然后到这个零零点，我们拿一下那个参考值啊，差不多这样。好，然后也是一样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也是。把外围的先剪掉，好，那厚度我们先给它设定一个2吧，这次不要太厚了。这一边也是给它一个2。然后这边我们给它一个 offset 对吧？offset 2，反方向，哎，这边打一下勾。再来把这个，对，最后这个面给补一补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，也懒得看。那反正他觉得大概都是呗，多余的东西让他自己去删掉吧。这些倒是不是很重要啊。Set，然后打一下勾，好，那多余删掉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子。这样子，旋转，中心轴我们选择它。选择它中心轴，或者也可以选择它，然后这个，对，然后打一下勾。Sketch and now we will say same。再来一遍，奇怪，这样子哦，打一下勾。弄它那个 symbol，什么那个 symbol？哎，看一下这里，我检查一下，看哪里出问题了。弄好那个 symbol，我们就把多余的给删，那就把多余的那个标注给删掉呗。照理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，constant 对吧？这里应该也是 OK 的了，我们应该直接旋转是没有问题的。再来一遍。对的，可以了。不要 match results，对，那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就 OK 了。我们那个盘子已经有了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导个圆角吧。那这次这个圆角呢，对，我们用一下好久没用过的功能，三个面对，反正就一个完整的圆形，这次大家可以看得到。对，哎，完整圆形，好，那然后这时候下来，我们用这个面，对，开一下洞先嘛，开一个洞，那我们就先开我过去吧，反正一拍在下面，那我们在这里啊，先开一个洞这样子，那这个洞我们给它一个，我想一下给多少好。给一个2吧，开吧，打一下勾，剪掉，不用很深，我们给它一个5，肯定是够剪，我觉得，OK，那现在是有打穿了，对吧？那打穿了以后，我们就先开始，对。选择这个，我们选这个 feature，这个选择中心轴，啊，不是四了，这次可能30不够，60，70，70吧，看它还挺密集的，70吧。那这个面我就真的不倒角了，这倒起来真的太费时间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在这个面上面再画这个，
再画这个那个草图。那这次我们在这里啊，这个地方，然后选择一下它会。这次我们在中间的这个部分，对，然后等一下一个在最外围啊，然后这样子我们的就跟着它应该算是还是比较像的。好，也是一样，那个剪辑，那个五的话应该是 OK 了，我觉得。五怎么就剪了一半呢？哦，我懂了，反方向也要剪对吧？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给一个五吧，可以，这样就两边都能剪到了，对吧？对，好，两边都 OK， 那我们继续再重复一遍。中心轴我们选一下，在可以了是吧？70对吧？70的话应该也是够了。我们给看一下80是什么样的效果。80明显太多了，就是这效果有点密集了啊。那这样，打一下勾。好，最后再来一次。然后这一次，对，给他一个2，往外拉稍微一点点，拉外一点，可以，真的是不好控制了这，都说了不要变成那个，对，行吧，这样吧，真的是。控制性是很弱的。然后direction 1 direction 2吸取了刚才经验，然后两边的五我们也不会穿到底对吧，就是不会穿到下面另外的零件，那这样子上下都有了。好，还是一样中轴啊， Sunny Sketch 的这个效果你们现在应该是能感受到有多么的好用，其实我觉得那这个feature 我们选择了它，拉到最底下这个，对，然后这一次75应该也够，行，就这样吧。好，那这样子就算是上面这个，对，这个片我们算是做完了，然后就现在就画这个上面这个定，还有就是最后那个壶嘴，我们给大家画一下壶嘴，我真的不知道它这个，反正我就按照这个斜的画吧，哈。好，也是一样，在这个面上面我们去画一下啊，六角形呗，那六角就六角呗，反正我就大概这样子，然后对，大概一个六，应该正常是六角形吧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别的形状这样子，然后这个直径我们给它设定一下吧。然后打一下勾，拉伸一下。五肯定是不够了，我们肯定给一个60也可能太多了，30吧。30应该还是 OK 的。算是这样子 OK 以后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在这个面上面，对，开始一个不是，我们需要在这时候在一个前视图。开启草图这时候需要看一下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就是，对，你们懂我想干嘛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定一个位置。选错直线工具了，这样子大概这个位置吧，对吧？然后这里这样差不多。看一下这个，差不多没有顶到，那还是 OK 的。稍微低一点吧，我们，然后再下来降，对吧？直直的，
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 tangent。我们可以拉低一点啊，尝试的，拉低一点没有关系啊，就这样吧。那这个尺寸的大小的话，我认为就对，我看一下，给一个35吧。35已经差不多了，反正下面对，应该35应该差不多。然后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我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比较好。那这个，我看一下底部的那个小盘啊，底部的这个盘啊，从好像没有底部没有那个啊，底部没有那个参考线可以我去定啊，然后再根据它线。很多加八啊，可以，就我随便选一条。然后这个位置我们给它一个8吧，太高也不是太好嘛，对吧？然后这样子就应该可以了吧？我觉得，哦，它上面还有个圆盘，对吧？那我们还要把这个圆盘给画一下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圆盘我们就这样，圆盘这样子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它，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2，反正不用太深也不用太那个。然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先需要3一下，然后这条线我们把它拉过来，叫这个先给它删掉啊。这一条不能拉吗？那这条我们就把这条，干脆就把这条给删了呗。那这条不能拉，我们就把这条删了，然后直接给它那个，哎，又了删下来，对。然后把多余的线给删掉。好，那这样子算是 OK 了。然后我们35、38对吧？我看到它这个也是比较那个的，那就40吧，你给个40吧。40以后，然后这一块的话，我看它比较宽，我们给一个8吧，应该要给一个8吧。对，它这个挺宽的，看见这对这个位置，到时候不行我们再调呗，反正真的就对。然后这个位置我们给。哇，7立马就有点大，我们给一个60吧，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真的有点夸张啊。对，好，然后这样子我们算是也是比较 OK 了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我们就调一调，把它调的圆整圆一点啊。那圆一点以后算是也是 OK 了，这样子的形状嘛，对吧？啊，不对，还有一个地方要完整一点的，对。上面这个我们要 tangent 一下，我认为。Ctrl 加吧。tangent 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到，因为这个数值限制其实挺大的，对，我就知道。然后这一个跟这一个match， 然后这一条线跟这条线我们试一下 tangent， 果然是不行。那这样子，那我们还原回去一下，对，那这条线我们需要删掉，那这样条都不用了，我们需要用到自由曲线，因为对三点的那个没办法这样子，就自由曲线，你才有办法说啊，对，好，就自由曲线才有办法说，对，我这边是 tangent 的水平，我这边设定一个水平嘛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再设定一个垂直，那我才有办法说我这里再进行一个调整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状态啊。好，那这样子算是比较 OK 了。然后上下两边的这个底20什么的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点一边，然后再选择它，然后再选择这条线。好，我又没点到标注了，好恶心。这里 Ctrl 加8，好，那这样子算是已经比较 OK 的一个形状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开始旋转吧。那旋转的时候还是一样，那一个点错功能。
旋转的时候还是一样，那个不要 matrix out 这个重要，然后这个中心轴啊，然后不要 matrix out 打一下扣。好，那这个球我们算是已经有了。那有了以后，我们这时候需要做的事情有几个，就是要投影那个线。然后投影的话，我们像这样子哦，顶视 top view。我们需要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面，这个面其实你弄不弄都可以的，只是说啊，弄个高点你看得清楚一点，这样仅此。好，那这时候打勾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画一个这样子的线，然后这样线我们就这样子很简单的，然后呢就那个投影上去，投影到那个 projector， 然后这条线。到这个等一下，好，那一个这个完成以后，我们进行回卷。哦，回卷到这，对，好的，加工。我们加八，不可能回卷不了，你起个勾 ，special， 这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哦，反方向了，刚刚方向不对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等会，对，这里有一条线了，然后我们还需要再一条，哎，还需要再一条。这一条的话，工作加八一样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就是这个会麻烦一点，因为啊，对，那这样子保证你已经是45度，你看到这条斜边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先这样子。这个我们也删除一下它这个属性，这个就是说关联，我们把这根线跟这个点，对 ，constant 也可以，然后这一根点跟这个线也可以 ，this 也不行，哦，对 ，constant， 然后再下来这个点跟这个线，对，constant。好，最后做一件事情就是拉一条那个垂直线，结构线，然后去标注一下，45度。好，那就 OK 了。然后这时候推出草图以后，我们需要这样子的 object， 然后到这个平面上。好，那这样子也 OK。好，那这样子，那我们就看一下，对，然后我们看到一大一小，一大一小，也就是说是两条大两条小，总共八条图在一起就对了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形状还是挺花心思的。好，那一个我们来画一个三角形啊，三角形的话，我们应该这样子画这个三啊，点错快捷键，非常的抱歉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，应不应该碰到？我觉得不应该，看向不碰到。它的这一种是吧？哦，我这个壁厚比较偏薄了，没关系啊，你们到时候改厚一点吧。好，那这样子就算是 OK 的一个形状，然后推出草图啊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对 swept。前面一个，然后再来第二个，对，然后这个它让它这样子，对，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当然导圆角就不会像我这个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 swept， 我们去给它一个那个环形阵列，中心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下这个中心轴线，对。然后选择两90度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90啊，就不用让它转360呗。好，这样子算是 OK 了。导圆角的时候，这个位置通常都导不了了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画星星，有画过星星的人其实都很清楚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再还需要一个什么 3D sketch， 对，去设定一个基础面去画那个，就是为了啊，也不用了其实。一样，
那个我们在这个位置画吧，我就加8，也画一下那个草图 ，OK。看见，哎，退出一条路线，然后免得我等会有点错了，草图。对吧，然后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这样看应该也是45度的，但是呢，这一次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性上交，对，再来一遍，这一次的话就是这样子，不用完全那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子，这个点，这个对吧？反正就是我们这样子，这个是45度，那我们就这样子给他一个，再给他画一条垂直线，对吧？啊，这条垂直线的这个，然后就看着啊，好，妮妮，你看到，然后这个就对准了，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对准以后吧，我们就怎么办？然后再选择这条线，啊，小哥，这个 feature 我们再进行一次环形阵列，好，直接操一口气给它操作下去。90度中心轴选择的当然还是我们的 3D sketch 的这条轴，啊，小哥。哎，这时候你就看到了，其实这个算是，对，算是已经表完了。你们可以最后自己导圆角，但有些圆角是导不出来的。然后我先回去把那个下面这个给改一改，下面这个草图啊，没有那我们给它改大一点。那没有我们就改一个5吧。应该对，看一下厚点差不多吧啊。好，然后这个曲线你看它这些也会跟着改，所以这一点它是比较方便的。然后整个顶应该也是这样子，那导圆角我可以导一遍给你看，但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到现在我也解决不了，就是说导圆角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痛苦这个导的。然后这个，然后不用导10就导一个2吧，对吧？你看匹配都匹配不了，肯定是导不了的。这个真的不知道是对，就是说只要像星星呢，就是圣诞节那个上面的星星嘛，就很多这种，这个一直没法解决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如果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。但如果像这种的也没有问题，但就是上面的这个定它打不了。好，那这个我就不画了哈，这个没有必要，因为对。好，然后再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嘴，我们就看一下这边吧。这个嘴好像看起来也是斜的，对吧？还是平的？它到底是斜的平的？然后有时候是斜的。那斜的话就简单了，我们其实就画一个斜的东西，然后让它沿着一个方向去切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这个应该不会啊，对，这个就是其实有画的方法也是比较粗暴的，就是画一条斜的线，然后再往这边拉，那就搞定了呗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啊。我想一下啊，行，这样子，画一下这个，从这个屏，从我们这里吧，这样子吧，画个字。其实这样画的方法有很多个，对，就是在前面，然后往上拉的，往回拉的，就只能这样子，不用190，100吧，100应该也差不多啊。100，然后Ctrl+8，Ctrl+8以后，对吧？它反正是的话很多都是对，你看反正它是有点斜的，这样弯上去是吧？弯上去那就，我看一下，正式有没有正式？正式我需要一张正式的。好，它是它超出一点，那可以没有问题，那就我们就让它超出来一点啊。超出那一点 sketch， 对，一个圆形，我们还是这样子，中分啊，行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屏幕前面有这蚊子，好讨厌。然后这样子，去，
大小，先外围这个35，然后再来一个，34，这个27对吧？左右两边31，31不行，我因为我要让它厚一点，27吧。27差不多，等会一秒好再剪。那这两个有了，我们就把那个对，把这个画条直线，对，我们只要半个这种形状就可以了。其实你们现在看到应该知道我想怎么画，有知识这个东西吧，还是很容易吸收的。我相信你们是有天赋的哈。好，那在这时候 OK 了以后，我们选择一个 white blue 对吧？ white blue 打一下那个 O， 然后这样子可以 sketch， 选择一条那个结构线，然后接着结构线的话，我们选择这里。Ctrl 下8啊，对，我很多时候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往上拉伸带，然后这个线你这个就不用标注了，我觉得哈，然后就回去，因为找到这根线了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进来这个拉伸，这个差不多啊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哎，再来一遍，对这个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样子，direction 的 sketch 这个，他不能选一个，这个 sketch pen，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45度，offset 反方向，对，50。然后这个30度，好像不能直接拉，拉伸我好像真的不忘记了是哪一个那个上去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沿着那个，我们把这样子吧，把这个 speedy sketch 改成实线吧。我本来是想那个参考结构线，然后去那个，就是它可以沿着那个拉伸。我记得我看那个什么。我以前我看过那个双，太久没看那个双 reverse toggle 的那个课，那个人的课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有时候他之前教过东西我真的忘了啊。其实这些东西，对，都是学完一个然后再出来教这样子。只是我不太喜欢当那个什么搬运工，对，我还是喜欢那个学完然后再告诉你们，这样子会比较简单。好，然后这样子我们那个 white paint。好，那这样子你们也看到其实也差不多这一块对吧，这个是一个弧形，那我们把这个弧形给裁出来先啊。这个弧形裁出来应该怎么去裁也不会很难，这个这个对这里，然后我们就加8，在这个地方嘛差不多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啊，减法两边 both sides full on， 这次两边就可以，因为外面没有别的东西了。然后你们再下来就可以把那些多余的，就是把那个东西投影上去，再转成 3D sketch， 把那个什么，就是把那个字给弄上去。你们自己喜欢的，反正就是好 share 就是这样子了 share， 然后我们给一个2就可以了，这个就一个铁片。那不行，就一开始丑的那边把这个厚度再增加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啊，这边看一看，这里大概这样子呗，反正也看不清，主要是。怎么回事了？是不是跟哪个线又组在一起了？怎么样？这个不要好吧，果然是跟某一块键给组合在一起了，我就知道，我觉得蛮奇怪。好，那个我们这里
改变型，那个这时候先把我们就从这时候这样子，这样到底是哪里快了？对，下面，等一下，有办法。还是要这样子，先把这个给拉回去，对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先给隐藏掉，然后这时候再拉下来，再这样子拉。诶，这时候，哦，懂了，还是整那个是吧？那在这里，这样子，哎呀，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也不让我好好做完，我好伤心。这样子，然后它这里是没法选择说你会不会对，option merge resource 打一下勾，啊，应该是可以了吧？这次可以了，好。为什么呢？看一下哪一块错误，哪一块哪里出错误了？应该是 OK 的啦。对，这里没有问题啊。这里 OK 啊，奇怪，可能的 interface 的那是那么 vicious schedule。改一改呗，那就这里改一改数值呗，那可能这里给一个30，打个选图也给一个30吧，这样。对 ，not cut， 这个真的搞不懂了。那我看一下啊，这时候可以把这块给对，应该是 OK 了吧，这次。没事，这样子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要，再来一遍，再剪一遍不就好了？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可能刚刚是默认一些，有些默认问题他没找到吧，有时候步骤会乱。好，这时候这样子，有时候有些很多功能其实说白，我也是要慢慢找，这样子找出来。好，那这样子就算是 OK 了。你看到。如果你说我这个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？就是你看我这一边嘛，可以再把你们可以再把这个边给削，就是说，就是再削，你可以把左右两边给削薄一点，我就没有削，我就 shape， 然后你可能可以就是说再削薄一点，这样子没有问题的，我觉得，对的，因为你看它这里比较长嘛，那你就左右两边削干净呗，然后就这里就让它下面凸一点，那就 OK 了呗，对吧？就是再翻出去这里再改一改就 OK 了。好，那一个对，那整个这个你看，那整个呢就对，这一个我看一下能不能弄成一个透明的 transparent， change transparent， 对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些曲面我们都让它那个对，那其实这个已经算是完成了啊，对的。好，那一个 Sunrus 暂时说视频也就补完了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是说微信加我微信跟我说一下，我就补一个视频。那对，然后 Sunrus 的话会标注已完结，对的，那个辛苦大家看了那么久视频了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